迎来到英雄联盟。我们这是要去哪儿？全军出击！我知道一个能让我在走路的时候不被绷带绊倒的。Enemy slain。吗？我好像错过了一个。好吧。我们这是啊？来和我玩吧。是要去哪儿？海克斯万用宝匣开始组装了。我来。我们去找点朋友吧。敌人消失，真可怜，让我抱抱你。等待会带来丰厚的奖赏。我们这是要去哪儿？ Enemy slain。知道一个能让我在走路的时候不被绷带绊倒的道，当然是吗？我们去找点朋友吧。You have been slain。啊！敌人消失。好吧。 Enemy slain。 我好像错过了一点东西。刀。让我抱抱你。海克斯自走炮台登场，元素亚龙登场。You have slain an enemy. First turn to destroy. 听我说谢谢你，因为有你。碰见俺那金子。来和我玩吧。我方下路防御塔正在被攻击。我也没办法。Enemy slain。Double kill。Dominate。绷带绊倒的办法，你们想听吗？来和我玩吧，我们去找点朋友吧。防御塔筑层即将脱落。
我方已击败亚龙。真可怜，让我抱抱。You have slain an enemy ally slain. Shut down. 会带来丰厚的奖赏。我们这是要去哪儿？激活敌方卡密尔。我们这是要去哪儿？我方中路防御塔正在被攻击。Enemy slain. 和我玩吧。我方下路防御塔正在被攻击。Enemy slain. 击败纳什男爵。傻眼了，怎么有这种宗师打野选个杰然后可以那么没存在感，真的是人多必有白痴的路，服矮傻眼。好，看到这里感谢你，你可以结束，麻烦到这几个平台帮我订阅分享按赞。